各位朋友，大家好，好开心我哋又见面啦！欢迎大家参加由纽约短宣中心主办嘅网上报道会，大家一齐嚟庆贺今年嘅圣诞节。我哋有几位朋友特别为今晚嘅聚会制作咗两首诗歌，要送俾大家欣赏。不如我哋就先嚟听听呢两首诗歌。第一首诗歌是 Happy Birthday to Jesus， 第二首诗歌的歌名是是因为爱，请大家细心欣赏。Hello， 大家好，我是 Song and Grace 的 vocalist Pauline。 眨下眼圣诞节又就快来到了，在这里我想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不知道在圣诞节里面大家有什么的感觉的呢？对我来讲，圣诞节是一个很开心充满着笑容的一个日子。其实在这里我们是去到庆祝一个主角的生日，跟着下来我们预备了一首歌送给大家。如果你听这首歌，你就会知道我们是为了哪一个去到庆祝这个生日的了。浓烈气氛中流过，若回望去年，未见退减，珍惜更多。圣诞节又将到，为这千禧作纪念吧。但地球在转，明晨复见阳光。经过2000载，神期望始终未变，他降生西尘，是要作出牺牲舍身。圣诞节是欢笑，为这庆祝他到世上，为着全地世人承受这救恩。主的爱不变迁，上帝恩源源不断，心相信明天虽与主同闯千亿世纪，必跨过地平线，共并肩同迎千禧，将主爱和福音给世上曙光一起赞美。神期望始终未变，他降生西尘，是要作出牺牲舍身。圣诞节是欢笑，为这庆祝他到世上，为着全地世人承受这救恩。主的爱不变迁，上帝恩源源不断，心相信明天虽与主同闯千亿世纪，必跨过地平线，共并肩同迎千禧，将主爱和福音给世上曙光一起赞美。上帝恩源源不断，心相信明天虽与主同闯千亿世纪，必跨过地平线，共并肩同迎千禧，将主爱和福音给世上曙光一起赞美。
Happy birthday to Jesus. Hello, 我是 James。大家今年諗住點樣去慶祝聖誕節呢？我諗同以往幾年一定好唔同啦，因為冇得一大班人出去開 party 去食大餐，去互相交換禮物，係咪？咁不如今年咧，我哋就喺屋企同屋企咧一齊去慶祝聖誕，用啲時間咧去思想、去紀念一下究竟點解耶穌咧會誕生喺呢個世界裏邊喎？咁以下呢只歌嘅歌名咧叫做《是因為愛》，其實就係個答案啦。咁喺度祝大家聖誕快樂，耶穌愛你。童年善望聖誕日快來臨，憑禮物表心意，燈飾挂起，然而没有领略神智，上天临下到人间，牺牲舍命救赎，是因为爱。因我们他降临，没有悔恨。因我们他尝尽了艰辛痛楚，他因世人失丧而负上一生，我得到人生的路向。随着日子飞逝，我可以能一生献给你，不再回头，怀念着你那日愁雾漫天，众生加愁死，甘心洗净我罪，是因为爱。Suffered and died to a world that was lost. He gave all he could give to show us the reason to live. To show us the reason to大家刚才一边听诗歌，不知道有没有同时留意歌词呢？两首诗歌的歌名是 Happy Birthday to Jesus 和是因为爱。下个星期就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节了，
聖誕節是紀念耶穌基督降生的節日，或者每一年我們都是很開心地過聖誕節，但我們有沒有真正領略到原來是因為愛，所以神從天上降臨到人間呢？兩千年來神的愛沒有改變，神的恩典依然是源源不絕。今天的主題很特別，叫愛的迫降，又同時是愛的迫降。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很開心今天有溫哥華短宣中心的總講士羅爾遜牧師為我們分享，為我們解答。以下有請羅爾遜牧師。各位紐約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來自溫哥華的羅爾遜牧師，我在短宣中心去服侍，也都很感恩今次紐約的短宣中心邀請我和大家在這個特別的時間，聖誕這個佳節裡面去分享一個的特別的訊息。今天呢，這個題目呢叫做愛的迫降，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呢是因為呢這個的題目你來到去看或者去聽這個的訊息，或者這個報道會，或者你很想看明星不知道當中會不會有袁彬啊、孫藝珍在這裡的呢？那呢，不好意思，今天只有一個羅爾遜在這裡，就沒有袁彬的但是呢，我很想的同大家去分享一個愛的訊息。聖誕是關乎愛的一個的節日，而這個愛究竟又是怎樣帶來，同時的我們聖誕的裡面我們紀念的又是一份怎樣的愛呢？我發覺聖誕節我們很多時候很開心去看這個馬槽的聖嬰耶穌，我們又很開心去買禮物，好像一個的歡慶的時間，但是聖誕節的來臨其實指向的不是停在聖誕這個的日子的裡面。我們知道的耶穌來到這個地上的時候，他同樣的他為到我們承受了這個十字架這個救恩。所以今天很想和大家去過一個特別的聖誕節，就是將聖誕和復活受難是連在一起。好多年之前呢，在香港有一個的綜藝的節目叫做殘酷一丁。殘酷一丁呢，他那個的節目佢裏面其中一個的遊戲的玩法，就是他需要那些參加者呢去到這個的現場的時候，他們去施展他們渾身解數，而是需要的博取的就是那個的評判盡量的拖長的時間，不會將它釘了下來，而每一秒鐘就是100元。所以很多人去參加，也都在這個的遊戲的裏面施展渾身解數，盡量的去讓這個的評判不會將它釘了下來。這個的節目有一個的主題曲，當時的兩位的主持他們就唱這每一次都唱這個主題曲。這個主題曲是怎樣的呢？就是全城盡興乜嘢？殘酷一丁，全城盡興，殘酷一丁。大概2000多年之前，耶穌基督降生，在伯利恒裏面降生。他經過33年的時間在地上邊，他去傳道，他去見證他的身份，而最後的他在一個的週末的裏面，他去承受咗嘅係殘酷一丁。當時同時的全城盡興去慶賀這個的殘酷一丁。我們今天在這裡，我們去慶祝聖誕節的時候，很想的大家不要將聖誕和受苦復活去分開。所以今天很想和大家去透過這個的殘酷一丁這個內容，和大家有一個的分享，同時的看到的有一份的這一份的是什麼的恩典呢？裏面的時候我們發覺原來是一份愛。很多年之前這位歌手張敬軒，大家可能都認識他，他一首的脍炙人口的歌叫做酷愛。酷愛是講緊一份好殘酷，愛到好殘酷的一個情況，或者好殘酷的一份的愛。今日我們去紀念耶穌基督的降生是一份的愛，但是這一份的愛同樣的是一份的酷愛。
点样嘅残酷呢？今晚我好想嘅同大家嘅去分享呢一个嘅内容。好多年之前有一出嘅电影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受难曲，里面将耶稣钉十字架之前12个钟头嘅事情，好真实嘅尽量嘅实际嘅情况嘅里面去描绘咗出嚟。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或者你都睇过，但都可能一段嘅时间啦。好想嘅今日开始嘅时候同大家去重温返呢一个嘅片段。呢出戏当日去上映嘅时候咧，被评为系R 级别 rated， 因为佢里面好血腥。大家睇嘅时候，头先都可能睇到一啲嘅好血腥嘅场面。点解要咁血腥呢？导演其实系想将耶稣当日所受嘅嗰个嘅真实极其嘅残酷嘅一个情况，好实际嘅描绘翻出嚟。究竟耶稣佢受嘅残酷一钉是怎样的一钉呢？在一个的医学的年刊的里面， On the Physical Death of Jesus Christ， 是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它里面的一个年刊，就是讲到有关耶稣基督他身体死亡的那个的实际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他那里讲到的就是他，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他钉十字架，但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只是钉那一下的痛，其实在之前也都去承受了很大很大的痛楚。罗马政府在行刑之前对犯人那个做法是怎样的呢？是一条短的鞭，那个鞭上面有7条的皮绳，皮绳的末端的里面绑了7个的铁球和7块尖的羊骨。当鞭打的时候，就是将那个犯人的衣服脱去，双手绑住在一个的横梁上面，而两边有2个的钉钉轮流的向他去鞭打，每一边打下去的有14个伤痕，7个铁球的伤痕，7个羊骨尖的伤痕，每一边就14个伤痕。而耶稣所受的，根据犹太的人的律法，他要受的是39鞭，大家计一计，39鞭鞭了，每一鞭是14个伤痕，而打在耶稣的背脊上面，讲的是546个伤痕，546个打的伤在他背脊身上面。当经过546下之后，他的背脊就好像一个被那些牛去爬地犁过那些的地一样，血肉的模糊。而当时的惯例，犯人的是需要背着个十字架去到城外那里去钉十字架的。
十字架的重量大概30磅，而只是那条的横梁都125到135磅。他需要的是用他的肩、他的颈背住而行。大家不要忘记得，之前他已经经历了546个的鞭伤、割伤在他背脊上面，而他行的每一步、每一步他淌血的伤口都是带来极大极大的痛苦。所以钉十字架这个酷刑不是只是在钉那一刻的里面那个痛，之前已经承受的是极大极大的痛苦。而当去到刑场的时候，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钉有三口钉，钉在耶稣的身上。十字架的起源源自波斯的，是后期亚历山大引入去埃及，而罗马人从中抽拿了出来并且加以去改进。这个的酷刑是要将犯人那个的死亡是延迟到最长，以致到他经历极大极大的痛苦。他原本将这个去十字架，就是将这个犯人将带到去那个原本已经挂在那个的木头的上面那个的或直梁那里，将他钉在上面。罗马人发展到他将他拖慢死的时间，加剧他的痛苦。而在里面的时候，十字架他将犯人首先的背向地的将他搭在地上面。背上面有伤痕，十字架的伤，背十字架的伤已经在这里。要将背脊搭在地上面是极大极大的痛苦。然后将他双手去拉开，从他的手腕那里将钉钉在十字架上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惨刺这些的、痛楚啊？惨刺其实都好痛的，或者你不小心钉书钉钉亲自己的手都好痛，那支小小的刺都令到你好痛。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一个钉十字架的尸体，证实是耶稣时代的人。发现那粒钉几长的呢？5到7寸长，个头是1cm 平方的一个的，好像我一个手指指甲这个位置，这个这么大一个钉头，5至7寸长，就是这样钉入去耶稣的手那里。这个不是钉书钉，这个不是一粒刺，而是一支5至7寸长的铁钉。而钉了在手之后，连人带个架就要挂在那个长期置在刑场上面那个直柱上面，整个人的重量就在两个手的钉孔的上面去坠了下去。而在这个直柱上面的脚踏那个位置有一个的脚踏处，而两只脚就踏在一起，有一口钉在当中的是直刺在两只脚上面。十字架上面的犯人不是钉那么简单去痛，而是他在当中他呼和吸都是极之的痛。当他去吸气的时候，他要将他的身体尽量的屈低，手向外扯，头向下。为什么？让他的胸腔有多些的位置，以至到能够有空气入去。而他呼气的时候，他要将他的脚用力去撑起，将他双手向内去扯，头要向上，以至到空气容易啲出嚟。今日我哋呼吸，我哋都好容易，好似理所当然嘅事情。但係十字架上面呢位嘅耶稣，佢却係呼同吸都係极其嘅困难。当日被钉喺十字架上面嘅，无论你相唔相信，佢就係创造宇宙万物嘅真神，创造你同我嘅嗰位嘅主。圣经里面喺创世纪里面讲到话，佢将气从人的鼻孔吹入人的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十字架上面的这位的神，他受着极大的痛楚，他吸的每一口气，呼的每一口气都极其极其的痛楚。他的双手创造万物，铺设诸星，十字架上面的他的双手被自己所做的人去刺透。残不残酷呢？残不残酷呢？这份是一份什么的爱呢？我们中国的康熙皇帝，他都认识这个的救恩，他都认识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写过一段的说话，是这样讲的，一首的诗
叫做十架颂。嗰度讲到话，供求十架血成溪，百丈因流分自西，身裂四牙半夜露，屠方三背两番鸡，五千鞭挞串夫裂，六尺元帅二道齐，惨动八哀经九品，七言一笔万灵题。康熙皇帝他去了解知道这位钉十字架上面的耶稣，他那份的爱原来是何等何等的浩大，而这份爱却是一份残酷的爱。我们不要只是看圣诞节那个很可爱，好像我们一个初出世的 BB 很可爱的睡在个马槽的里面，而他来原来要承受的是一个的残酷一钉。谁让耶稣去受这个残酷一钉的呢？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六到到第七节那里记载到耶稣他去被审判的时候，那些的人怎样的去对待他，或者怎样的去诬告他。那里讲到的经文里面这样讲，那里说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己为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哪些人将耶稣钉十字架呢？是那些不认耶稣是神的人。神的儿子讲的就是神，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而这一班人不当他是神，不认他是神的时候，所以要将他钉十字架。我们大家都可能说，那关我什么事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我们都是不认耶稣，我们或者都曾经是不认耶稣是神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认他是神呢？因为我们要自己做神，因为我们要自己做神。英文字有一个字很好的，叫做 ego,E-G-O, 就是自我的意思。自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听过一个牧师曾经的这样的去解 ,E-G-O 这三个字，就是 Edging God Out, 将上帝赶出去，不要他做神，我做神。今日各位朋友，你的生命是不是 Edging God Out 呢？今日世界好多嘅问题系咪因为自我而产生出嚟呢？系咪都系因为 acting God out？ 我哋发觉其实都好多时候系，你话唔系啊，都唔关我事噶。但系其实当我哋留意小孩子佢出世嘅时候，冇人教佢嘅，冇人话，冇人将一啲嘅意识话俾佢听，但系佢好快佢就话讲嘅系咩呢？我要，我要，我要。世界的问题，今日很多的不同的，无论环保或者政治的问题，产生出来就是我要，我要，要自己做神，要自己做王， Edging God out。 这个将神赶出在我们生命以外的时候，这个就产生了，成为了一个让耶稣钉十字架的一群人的一个的元素。继续圣经里面继续讲，当日去将耶稣钉十字架的同样那班人有些什么的宣告呢？第十五、第十六节那里他这样讲到，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么？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第一批将耶稣钉十字架的是那些的不认耶稣是神的人，而第二批不认不让同样的将耶稣钉十字架的是那些不认耶稣为王的人。王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甘心在他那个的核制或者他的管治的底下，我们知道他对我们是好的，以致到我们愿意被他去核制，但是不愿意让耶稣作王，我们却是被什么去作王呢？我们却是让邪恶，让罪去控制我们。我们可能说，我哪有罪？
通常基督徒传福音一讲到呢度嘅时候，大家就反面噶啦，冇，我冇罪。但系如果圣经里边嗰个嘅对罪嘅标准就系你射唔中红心就叫做罪，一个嘅标准你达唔到嘅时候就叫做罪。喺咁嘅情况底下，或许你同我哋都系一个喺罪嘅里边，让罪去管治我哋生命嘅人。呢啲嘅罪讲紧嘅包括系思想行为上边嘅罪。当我哋喺好多嘅人喺好多事自己恶化嘅嗰个嘅情况嘅里边被操控，我哋射唔中红心嘅时候，又以自己做王嘅时候，我哋要问一个问题系就系、是、我哋系咪真正能够做王呢？我哋 edging God out， 我自己要做王嘅时候，我系咪能够真正做王呢？保罗好坦白嘅，使徒保罗好坦白嘅去承认去面对呢个嘅真实嘅情况。佢讲到话喺罗马书嗰度话，佢话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不由得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不由得我。我哋大家都好想做好，我哋大家都好想嘅能够喺一个标准嘅里面嚟达到。但係我哋唔得。点解？因为我哋 edging God out， 我哋将上帝赶咗出去，我哋自己做王，但系却系让罪成为咗我哋嘅王。喺咁嘅情况底下，喺二十四节嗰度，保罗话发出咗一个世人嘅叹息，或许呢个都系你同我嘅叹息。我真系苦啊！我真系苦啊！今日你同我系咪都喺呢个嘅苦况嘅里边？以致到我哋唔能够走出嚟，唔能够嘅去得着呢个嘅宝贵，呢个嘅生命真正嘅释放呢？如果系嘅，好想嘅今日俾你能够有一个嘅体验，有一个嘅出路。圣经里面继续讲话，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嗰度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嘅荣耀。呢个讲紧嘅就系、是。我同你都犯咗罪，我同你都唔以耶稣做神，唔以耶稣做王，而喺咁嘅情况嘅底下，佢竟然嘅去为我哋愿意嘅去承受嘅系残酷一钉，系边个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边嘅咧？系边个将佢狠狠嘅、残酷嘅咁样去钉死咧？头先我哋睇受难曲 The Passion of Christ 呢一出嘅戏一个嘅 trailer， 呢出戏系导演 Mel Gibson 佢拍嘅。佢拍完呢出戏之后带嚟好大好大嘅回响。喺一个访问嘅里面，有人问佢边个将耶稣钉死嘅呢？系犹太人呢？系罗马人呢？亦或系边啲其他嘅人呢？ Mel Gibson 佢嘅回答，佢唔系答犹太人或者罗马人。他答乜嘢呢？他话大家有冇留意到？头先其实喺嗰个片段里面都有嘅，就系嗰个攞住个锤钉落去耶稣嗰个手嘅里面嗰一幕。他话其实我喺呢出戏里面有份参与，我就系单单嘅拍咗呢一幕，嗰只手系我只手。他要话俾观众同埋世人听。唔系犹太人，唔系罗马人，而系佢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边，因为佢系一个曾经唔认耶稣为神、唔认耶稣为王嘅人，佢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边。你有冇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边呢？十字架好残酷，耶稣去降生，为嘅就系要上十字架。去为你同我承受呢个救恩，好残酷。但系原来佢为嘅系边个呢？原来系为你，原来系为我。你可能话我冇钉死耶稣，耶稣嘅死同我无关。耶稣为边个去受残酷一钉呢？一首嘅歌，佢引用咗嘅系旧约圣经里面一段嘅经文。好想嘅喺呢度同大家去分享呢一首嘅歌，好想嘅唱俾大家听。当我唱嘅时候，好想嘅大家去留意或者去听里面嘅歌词，
去睇一睇究竟耶稣为边一个去承受残酷一钉呢？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住我心。这首的诗歌里面的歌词是引用以赛亚书53:4-5里面的经文。以赛书是在几时写的呢？是耶稣出生之前800年之前去写的。而这个的神的计划已经在当时藉着先知向我们去显明，他为哪个去受残酷一钉呢？经文里面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备，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段很宝贵的经文里面不断重复了很多次，是我们我们我们，哪个耶稣为哪个去受残酷钉呢？是那些钉死耶稣的人，正正就是耶稣为他们所钉的对象。因为他看见我们的忧患，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所以他愿意的去担当、背负、责罚、击打、鞭打。当鞭打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想着的是你，想着的是我。当十字架压在他的背上的时候，他想着的是你，想着是我。当钉在他的手上面、脚上面的时候，他想着的是你，想着是我。为什么？以赛亚书59:2另一段经文里面那里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同神隔绝。当耶稣他承受残酷一钉的时候，他想着你同我的苦况，就是被罪去限制，不能够做应做的事，以自己代神，去离开了神的保护的时候，他知道我们自己救不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救不到自己，所以他爱的逼降，他紧逼，很迫切的，他带着爱降临到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就是圣诞节那个的意义和原因。他爱的迫降是为了要让我们得医治、得平安、得保护。我们自己救不到我们自己。形象就好像一个人跌了在一个的海的里面，这个叫罪海。他尝试的去用自己的手掹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救出来，救不救到呢？你有头发都救唔到啦，系咪？我冇头发更加救唔到。但系有头发又点样呢？我哋都喺一个罪海嘅里面，我唔能够用自己去尝试掹自己出嚟去拯救自己。我哋都喺一个咁嘅苦况嘅里面。我哋尝试用唔同嘅方法、善行或者人去救我哋，但系救唔到。圣经里面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是靠着耶稣基督，因为他本身是神。他是神，他以无罪的身份去为我们担当一切原本应该由我们承担的后果，他为我们死。罗马书5:8-6-8节那里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去显明。神的爱向我们去显明，耶稣为你为我死，因为神爱我们。几时爱我们？不是我们做了些什么去讨好祂，不是我们做了些什么去得到祂的恩宠的时候，而是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我们顶撞祂，我们不愿意接受祂为我们的神，不愿意以祂为王的时候，要以己代神，以罪作王的时候，在那个的时间祂为我们死，承担罪债。罪的代价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当我们以己作代神，以罪作王的时候，那个的代价是我们要死。这个讲的是永远同神分开。正正因为这个的分开的痛苦，我们的神祂不愿意去让同我们去分开，所以祂爱的迫降，爱迫使祂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去代替我们去承受这个的罪的代价，罪的债就死在十字架上面。圣经里面这里说，唯有神的恩赐，就恩赐是什么呢？是礼物，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是永生。这份的礼物主耶稣藉着耶稣基督已经给过我们。究竟恩赐恩典是什么呢？好想透过这个的短片，大家可以去思考恩典恩赐礼物的意义。我们将祂钉十字架，但祂却是要赐给我们礼物。刚才那个的影片最后那里说，祂死为了给我们生命，为了给你和我生命。
咩系生命呢？今日我哋可能大家有生活，但我哋未必有生命。We have living, but may not have life。我哋喺以己作神，以罪作王。我哋将上帝 adding God out 赶咗出去，我哋唔愿意接受佢嘅时候，我哋真系苦啊！我哋可能系好苦嘅喺度活紧，但我哋却系好苦嘅里边，我哋却系冇生命。残酷一钉带嚟嘅果效系乜嘢呢？系一个罪债还清嘅生命。头先讲到啦，话罪嘅公价系死，但系藉住耶稣基督却系永生。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最后一句的说话，他说什么呢？成了。成了这句的说话是当日是一个的商业用词，讲的就是还清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不是说 it's over， 不是说 game over， 他是说 it's complete， 成就了，完成了。因为罪，我们自己还不到自己的债。今生因为冇神，我哋痛苦忧患喺过犯同埋罪业嘅里面，因为同神嘅关系永远嘅决裂，我哋进入永远嘅死亡嘅里面。但係耶稣替我哋承担咗，以无罪嘅神代替我哋罪人，成了啦，还清晒啦。但係如果耶稣只係一个死喺十字架上面，一个死嘅神，今日我哋庆祝圣诞节，同其他嘅宗教一样去庆祝一个嘅教主嘅降生，到最后原来佢都系死，但系佢可能系死得好有好轰烈，或者系好爱我哋咁样死，但系其实原来冇分别嘅。但系耶稣嘅死同其他嘅教主嘅死有咩唔同呢？佢死系因为爱，但系佢嘅爱带嚟嘅却系有能力。耶稣佢死咗之后佢复活，耶稣嘅复活要话俾我哋听嘅就系咩呢？罪嘅控制已经败坏咗啦，唔系要死好多次啊，唔系要死完跟住我哋又再翻翻罪里边，我哋又要再佢又要再死多一次，罪嘅控制已经完全败坏，罪嘅公价系死，但系复活就系讲紧死唔能够再控制耶稣。当我哋伏喺耶稣嘅权柄，以佢为王嘅时候，罪恶嘅势力、死嘅势力就唔能够去辖制我哋。大家好熟悉嘅一段嘅经文。亦都系一个嘅金句里面嘅金句，就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嗰度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佢嘅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信佢嘅，我哋就能够有一个嘅复活嘅生命。乜嘢系信耶稣呢？今日我带咗份礼物俾大家，呢份礼物摆喺大家面前。哇！呢份礼物好好噶，呢份嘅礼物真系好好，而里边嘅真系你好需要嘅嘢嚟嘅，我送俾你啊！但系好多时候份礼物就可能摆咗喺度，你喺度望住佢啊，真系好啊，啊真系唔错喎呢份礼物，但系从来呢份你嘅礼物就系咁样嘅摆咗喺度，你一路嘅欣赏住佢，一路嘅睇到啊佢嘅好处。但是从来这份礼物不是你的。怎样才能够去让这份礼物成为你的所拥有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伸着手去拿过来，这份礼物就是属于你的了。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信耶稣就是你伸手去接受这份礼物，不是只是说、哦、我觉得他挺好，我看到他挺好、哦、我都听过耶稣的，我都知道耶稣是一个好人，也都是我都知道我是有罪啦，我自己解决不到问题啦，他份礼物真的可以帮到我的、啊、我有回教会的，我有都有去崇拜啦，我有得闲跟下、啊、朋友去团契啦，或者我今日啦，今晚我又跟朋友嚟下报道会啦，我都觉得真系几好啊！啊，牧师讲得都唔错啊，都几好听啊！礼物已经喺度啦，但系你有冇伸手去接受呢？圣经里面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佢嘅独生子赐俾佢哋，份礼物赐俾你系一份礼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将这份的礼物赐给你，赐给我。这份的永远的生命就是一个永远与神和好，同神
在他掌管里面的生命。跟住可能啊，你听完我讲到呢度，你都话好，我会信嘅，我会信嘅。不过等我死咗先信啦，还掂都系得永生啊嘛。我死嗰阵信，我咪可以有永生咯。呢度有两个嘅问题，我好想嘅大家去搞清楚。第一 ，touch wood， 唔好意思，你真系你唔知道你几时死嘅。第二就系呢个信耶稣唔系单单只得復活的生命，并且嘅是有今生的满足。信主的那一刻，復活主的能力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个转化的作用，得着真正满足丰盛的人生。耶稣他自己亲自的宣告，他说我来了，我来了是 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他说的不是只是你死了之后，而是你今生你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在很多年之前，在洛杉矶这个地方有一个的火车意外里面造成了11个人的死亡。有一个的救护员、拯救员，他去描述他拯救的过程的时候，他有一个的感触。他说经过很多很多钟头之后，似乎生还的机会，找到生还者的机会都很低了。但是当一路的去发掘的时候，发觉在压力底下还有一个的生还者，他就尽力的去抢救。当一路的将那些压力挖开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呼吸很困难的男子，他在做着什么呢？这个垂死的男子，淌着血的男子，他在做着什么呢？他用着他所有的力气，用着他的血，在个凳嗰、那个嘅凳上边写，用佢嘅血写 ，I love my kid, I love Leslie。呢个嘅男士喺佢生命最痛苦、流紧血嘅时候，佢将佢对儿女、对太太嘅爱，用佢最后仅余嘅力量去表达出嚟。这个救护员睇到呢个嘅情景嘅时候，他亦都在当中感动到流出了他的眼泪。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在生命最后的关头，最痛苦的时间，他发出一个讯息，对他儿女、对他妻子的爱，爱的迫降的耶稣，他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被残酷一钉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血不断的流的时候，向你发出了一个重要重要的讯息，就是他爱你，他好爱你。从这份的好爱的当中，他要告诉你，他好想恢复和你那份的关系。礼物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你愿不愿意去接受呢？耶稣爱的迫降，讲的他很紧迫的去降临，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意思。但是这个电影，其实这个名字改得很好，中文一方面是爱的迫降，但是也都可以读的是爱的迫降，降服的意思。这个正正是我很想今天发出一个讯息，耶稣他爱到很紧迫去降临，而你愿不愿意在爱的催迫的里面去降服，在他的面前接受这一份的礼物，以他为你的主，以他为你的王，以至你有一个的永生的生命，一个的丰盛的生命，今生的喜乐满足，在当中能够的去引领你走以后人生的道路呢？一首的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诗歌，爱是不保留。这首诗歌的里面讲到这一份的爱，是一份无保留的爱，在催迫的底下，在爱的酷爱的那个的迫切的底下，耶稣降临了。在这个圣诞节的里面，这份爱有没有催迫你愿意在他的面前去降服呢？我们一起的听这首的诗歌，如果你喜欢的话，你都可以的 在你自己的地方去唱这首的歌。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曾做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延长全不老。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此处手，汗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耶稣所表达的是一份无保留的爱。曾经有个人面对着耶稣，面对着人生里面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的时候，他问这位的主，他说你说你爱我，你爱我有多少？你是不是真的爱我的？你为什么可以在我的无助困难无盼望的里面，你竟然好像不闻不问？这个是不是都是你今日一个发出的问题呢？耶稣回答这个人，他说你问我爱你有多少，他没有用口回答，他张开他的手，他说我爱你有这么多。今日这位的耶稣同样张开他的手，话给你听，他爱你有这么多。在这个无保留的爱的催逼的底下，你愿不愿意降服呢？他为你悬挂在木头的里面，至高的爱，酷爱刺穿他的手，血在那里流，他无保留的爱，最后的一刻他都要告诉你，他有多爱你，有多爱你。今日这份礼物已经预备好，你愿不愿意伸手去接受呢？你已经体验了，你已经知道了是为你的，但是你怎样回应呢？你不能够自救，但是你愿不愿意让主去拯救你呢？十字架是一个恩典，十字架代表的一份的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最后的他是要死在十字架的上面。今天十字架同样是一份的礼物，交在你的神面前，你愿意接受吗？好想的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的去祷告。祷告是将我们的心声跟这位的神去倾吐，我们一起的合埋眼睛，我们去向主去说话。慈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当在这个圣诞的时候，或许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只是注目在那个马槽的圣婴，又或者注目在很多的礼物，或者我们怎样的去庆祝去狂欢，但我们在狂欢的里面去全城尽兴的时候，我们或许我们不记得，原来你的降生为的是要死在十字架上面，去为我们成就救恩，以至到我们真的能够得着一个丰盛并且
能够有永生的生命。主啊，今日我们听到这个信息了，在这个圣诞的时候，我们重新的再一次的去明白你降生那个的意义。主啊，我们都曾经以自己做王，我们曾经的将你赶出去，但是主啊，我们盼望求你帮助我们，今日我们能够凭信心就是伸出我们的手去接受这份已经预备好的礼物。在这个时候，我很想的请大家继续的合埋你的眼睛。如果你听完看完，你知道了耶稣这份的礼物，你承认自己真是一个的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个的不以他作王不以他作神的那个的人，你很想的恢复回跟神这份的关系，以至到能够得着永生，又能够今生的满足喜乐。如果是你有这样的决定的，我很想的你跟我一起的去发出以下这个的祷告。我会讲一句，你在你自己的心灵的里面同样的去讲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以你作神，他都不以你作王，我自己去做神，我自己去做王，我生命好苦，我救不到我自己。多谢你为我去降生，为我去死在十字架上边，也都为我去复活，赐给我救恩礼物。这一刻我很愿意的去凭信心伸出手接受这份宝贵的礼物，成为你的孩子，并且一生的去跟随你。求主你帮助我，听我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好，如果你刚才有同我一起做了这个祈祷的时候，我好开心你今天收到圣诞一份很大很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你都成为他的孩子，成为他的儿女，他要保护你，他要引导你。好想的你同你的邀请你的朋友，又或者你附近的教会的牧师传道人，你可以告诉他你今天做了这个决定，他们会很乐意的同你一起的去行以后要行的道路。最后的好想的同大家呢去睇呢个嘅头先我哋就讲到康熙皇帝佢嗰个嘅十架众，佢亲手嘅亦都书写咗佢一个得救嘅见证，佢都攞咗呢份嘅礼物，佢都得到呢个生命嘅宝贝。所以你唔系孤单嘅，你今日你同皇帝一样嘅去经历过呢份嘅救恩。上耶稣基督嘅救恩冇分卑贱，冇睇唔系因为你系皇帝佢所以俾你，又唔系因为你系一个平民百姓佢睇唔起你，而系佢嚟到嘅时候佢所诞生佢所成就嘅，佢系要为嘅系要拯救世人，包括你同我。所以今日当你接受咗呢个嘅救恩嘅时候，好感恩，亦都盼望主继续嘅去祝福你。好想嘅喺呢度祝大家真系一个快乐嘅圣诞，并且嘅能够得着呢个最大最大嘅一份嘅圣诞礼物，爱的迫降，让我哋去爱的迫降。神应许某日有婴孩降生，人子来为
为要拯救罪人，灵放弃天家尊贵，走入凡尘，寻找那困苦失丧羊群。谁献出性命，化解愁和恨？耶稣来，用爱收复裂痕，还替我担起伤痛，驱走苦困，偿清了我罪债，成就救恩。你是我神，你是得胜之神，曾以重价买赎我，将捆锁都斩破，愿十架为我牺牲。你是我神，你是得胜之君，求用尽力量赞美，传扬和荣耀你，凭着爱附上了你一生，战胜黑暗。神应许某日有婴孩降生，人子来为要拯救罪人，灵放弃天家尊贵，走入凡尘，寻找那困苦失丧羊群。谁献出性命，化解愁和恨？耶稣来，用爱收复裂痕，还替我担起伤痛，驱走苦困，偿清了我罪债，成就救恩。你是我神，你是得胜之神，曾以重价买赎我，将捆锁都斩破，愿十架为我牺牲。你是我神，你是得胜之君，求用尽力量赞美，传扬和荣耀你，凭着爱附上了你一生，战胜黑暗。你是我神，你是得胜之神，曾以重价买赎我，将捆锁都斩破，愿十架为我牺牲。你是我神，你是得胜之君，求用尽力量赞美，传扬和荣耀你，凭着爱附上了你一生，战胜黑暗。不知刚才有哪一位朋友，你听完罗牧师的分享和讲解之后，已经明白耶稣基督降世的意义，愿意接受这份这么珍贵神给我们爱的礼物呢？并且如果你后先有跟着罗牧师一起祈祷的，如果有这样做的朋友，我非常之为你开心。我们为你预备了一份礼物，是特别要送给你的。如果当中有些朋友，你觉得你还未是很了解，但是就很想能够继续认识耶稣，希望更清楚明白他对你的爱，我们是很愿意和你保持联络。所以今天晚上祈祷接受耶稣的朋友，同愿意进一步认识耶稣的，我们都请你做少少嘢。第一，
就是请你记得话俾邀请你参加今晚聚会嘅亲友知，你已经接受咗耶稣啦，或者你虽然暂时未接受耶稣，但你好愿意知道耶稣更多，我哋就会透过你嘅亲友，将呢份礼物送到你嘅手上。第二样咧，就系请你将你嘅联络资料都填写喺呢个 Google 嘅表格上面，我哋希望能够同你有联系，可以帮助你更进一步嚟到系认识耶稣。基督徒，请你留意，如果你知道你嘅亲友今晚决志信主，或者是他想进一步认识耶稣，你都可以透过电话或者是用电邮跟我们短宣中心来到联络，我们会将礼物寄给你，请你转交给你的亲友，并且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成为你的支援，去帮助你的朋友更认识神。在明年1月16日，我们还有另外一场的报道会，题目是全新的你，希望大家都记住这个日子，朋友之间可以互相约定，到时一起进入这个连结，一起再听全新的你这个题目。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是一个新人，有一个新的生命来迎接新的一年。好了，我们今晚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了，祝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圣诞节。大家晚安，再见。